迪波的球权掌握在富邦手上，沙克兰剩下七秒钟，这次传球发生了失误，乌尔人给到张荣轩上篮，两分有，进球还是要找 Brian Davis， 也是用勾射的方式要回应，没有，但是自己再拿到扳手的一个灌篮，哇哦 ，Brian Davis， 这就是吴岱豪的大意啊，在第一次他其实是守住了。其实这是好事啊，因为你如果你互动越多，跟球迷、跟队员，甚至跟我们说媒体互动越多，但不过其实我们坦白讲啊，在今天富邦的一个阵容，包含从先发到一些的轮替的球员来讲，张荣轩出来接球，再塞给陶斯，还是用陈冠权来守他，对，提早包夹，让他球出了，哎呀，哦，柳生耀，这球三分球投进之后，还赚到了一个犯规。去找吴岱豪，对，回给柳生耀，下一步就选择砍中距离有了，面对包夹走底线拉开自己来，哇，哦，这球怎么投进，剩下三秒钟，吴永仁要出手了，高难度的一个投篮，哇，这是一个压哨球投进，这球非常的困难哦，高难度的后仰出手，吴永仁投进，帮助富邦勇士在三节打完持续的领先62-48，进入到第四节。球给到底线，哦，这是一个三分球投进，哇哦，陈孝荣来了一个火锅。所以中孝在前面先顶住，后面来做协防的人讲来看的是陈孝龙，很漂亮，看先中孝顶住后面啊，陈孝龙赏他一个火锅，好，这场比赛在最后的第四节告一段落，富邦勇士的领先分数最后是来到了19分，中场的比数82-63，这场比赛就是由富邦获得比赛的胜利。